Hello，江江，今天来改装这台佩加西爱十级，它是一台摩托车哦。OK，护具5万块，升级到满哦，刹车35000，车体有前挡泥罩，原厂长这样，它可以移除，然后越野的，然后小挡泥罩、复古挡泥罩，那就随便选一款。越野挡泥罩好了，那大灯有，可以，它可以移除整流罩，我保持原来的喽。那座椅的话有原厂的，然后越野坐垫，然后轻型的竞速，然后经典竞速坐垫，就选这个竞速坐垫吧，还有很多洞洞。You got great taste. 那后挡泥罩的部分，原厂是长这样子，还有它可以加装，然后它可以移除。加装跟移除都会移除掉我的车牌。那我就选这个加装挡泥罩好了。那油箱的部分是有大容量的，然后平滑、经典，还有加固。那就随便选一个喽，平滑好了。OK，那引擎的部分选最贵的哦，33500。哇，power 很厉害哦。车灯7500，涂装有什么？经典火焰。我先把那个喷漆改成黑色。OK，那涂装的部分，经典火焰，然后红色火焰，黑色竞速条纹。OK，因为它是黑色，看不太出来，我选红色好了。它应该就是差别在这个红色条纹的地方。哦，条纹看起来不赖耶。蓝色竞速条纹，然后仿古橘色渐层条纹，哇，跟我的衣服很配哦。然后古蓝色渐层条纹，古黑色，哈哈，放在黑色上面完全看不出来。那古蓝色色块，黑色条纹，哦，红黑色的感觉也不赖哦。OK，它就这些条纹可以选啊，那我们就选一个好了。耶，黑色跟红色搭配哦。那我的喷漆看一下肤色调改什么地方好了，肤色调的换，它是那个外观的那个支架部分可以换。哇。来个红色好了，就是红色跟黑色这样。变速箱4万块钱，那涡轮5万块钱，哦，很有 power 哦。那车轮类型，改可合金的。哦，大型轮辐，那个炫辣好了，炫辣其实还 OK 啊，可是我还是喜欢飞炫，飞炫好了，轮胎款式，客制化。强化胎，烧胎烟雾就用红色喽。好，没了。哇，改装后就不一样了。
来试试看，可以跳起来。哈哈，差一点。耶、yeah, ，到家喽！